冲建警准备拦查，开车逃逸撞飞骑士。机车被撞飞，倒在地上滑行，转了好几圈。女骑士更惨，躺在路中奄奄一息。警察赶紧打电话请求支援。你怎样？我仁山路一段跟金山东路口需要救护车。髋关节及小腿部分骨折，那目前意识清楚，没有生命的危险。这可恶的减轻驾驶是没戴眼镜上路吗？今天凌晨，开宾士车停在路中，警察上前关心时，他突然加速逃逸。这一撞，驾驶也受伤，狼狈地从车内爬出来。他是我们分局列管的毒品认同，他可能是心虚想要逃跑。那我们其实在现场的地上有发现一个不明的残渣袋。警方除了开立两张违规罚单外，还对他进行采尿，连同残渣袋一起送去检验，要厘清是否毒驾。突发中心宜兰报道。